坐错火车，异想天开；未换车，硬跳月台撞死。躺在地上男子动也不动 ，CPR 狂压，仍无法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台铁月台爆血，这回不是火车撞死人，而是他跳车自撞。陈姓男子昨天晚上8点多搭火车准备转乘回基隆，却发现自己搭错车。列车行经双溪站时，他异想天开跳车，准备搭后方莒光号返程，没想脚步跟不上列车速度，踉跄头撞水泥月台。会搬莒光号进站，但他已经上不了车，因为他早一步搭上死亡列车。今晚第一时间，救护人员 CPR 抢救，送医仍宣告不治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一心想回家，却因心急跳车，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家。古法中心记者报道。